联盟带骗的，把他骗到养老院以后，往那一放，咱们就赶紧走。安娜，你这太不人道，你当扔狗了？一个老太太你都看不住，你们开哪门的养老院吗？这儿离那个市区30多公里，荒郊野岭，出事儿怎么办？啊，看护看护，你说你看你都看不住，你护护护个屁呀！哟，回来了，赶紧洗手，准备吃饺子。奶奶，您不是在？您怎么回来的呀？大海，妈知道你送我去那地方啊，是养老院吗？你当妈呀，伺候你吃完这顿饺子就回去，不给你垫子，啊？就是，妈知道，这人老了呀，啰里啰嗦的，碍手碍脚的，讨人嫌。妈还没跟你待够呢。冒充我儿子，我儿子他到底怎么